现在是早上3:55，准备出发去机场。现在已经抵达关西机场了，那我要先去领我的周游卡，再去搭车前往大阪市区。大家 run tour 一下，这边基本的茶、冰箱，这边基本的都有。哎，怕违规啊。OK， 水没有放里面哎。然后这边有3-4个衣架。这是啥？拖鞋。然后很小包的面纸。这是。无菌的马里酒精，它的浴室其实算蛮大的，居然还有浴缸，就干干净净的，基本的备品。为什么要那么多杯子？不得不说，日本饭店房间真的小，还好我的行李箱是依旧开的，要是对开的话，根本就摊不开。好啦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出门去。这个男模店的广告做的还真大，好像都比较偏爱化妆那一些，不是我猜。蜘蛛人在那边不觉得尴尬吗？我认真觉得雕哥演最好。这种在天上乱飞乱冲的我是不玩，我怕如果设施有什么状况的话，我不是吓死就是吓尿，那个咚咚咚的声音真的很恶心。
这一区是亲子区吗？好多小朋友。呆桥这边有蛮多台现金换汇的机器，然后对于游客来说它是挺方便的，但是呢它的汇率真的蛮差的，如果没有必要的话真的是不要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换了。
本来是坐在榻榻米上面的，但有人说他腿塞在茶几下，他不会坐，所以我们会移到一般的桌椅来。他的餐点可以，但他的饭好多，我大概只吃三分之一的饭吧，有点浪费粮食。给掰个半天，结果他的茶跟他的糕点都很雷。转个弯过来，还是这么多人。我现在要去找京都特色的星巴克，它是世界唯一一家是有榻榻米的星巴克。我看这个样子，我等一下可能应该挤不进去吧，不然就是没位置坐，可能只能外带吧。应该在前面了吧？是在卖什么？哆啦 A 梦。觉得就在附近，应该是这里吧。这里有一些人潮。欸，在这里了，找到了。进来看一下。哇塞，里面已经一堆人了。这样排队应该也要排很久吧？那么多人等着在买咖啡。不然先上二楼看看好了。二楼也是一堆人，好像没位置。坐在这边看着外面，感觉是挺爽的。再挣扎一下好了，说不定会有。感觉不太妙哎。这边站在这边是等咖啡还是等人？这里也满，现在我们又在天下茶屋，我在等 Labido 的车到关西机场。我会建议大家要提早到关西机场，这样比较保险一点，因为最近的人真的蛮多的。那我待会搭的是商务型。